日前 Show Me The Money 第十一季举办演唱会，连泳之和 J-Pop 合跳 Moment 让全场嗨翻。过去泳之对偶像十分害羞不敢对视，如今可以一起合作舞台，只能说泳之是个成功的粉丝。在唱 Not Sorry 时，泳之还与台下粉丝们一起合唱，实在是满满感动啊。Let's go! Yes, sir! Woo!